啊，没有20斤。你说有20个男孩，都来了。害怕？紧张？从来没有拍过电影吧？没有啊。我只看过电影。只看过电影啊？嗯。看什么电影？看那个《魔童降世》。哎，对，《魔童降世》。科幻的，穿越的啊。我最喜欢看战争的。看什么？战争的。战争的。打仗的啊，跟我们小时候一样。嘿，看那个小妹妹，你看，可爱，6岁半。哎呀，就是现在就是一个，现在就是那个像你说那个沃土那个完全突出的那个样子，他俩这仨还都是可以，但这俩就有点点偏小。不过也是，你说9岁10岁也差看不太出来啊，除非他们啥那个黑社会老大12岁。你看他俩是差不多高，一样都是，都是9岁，怎么差那么多？差半个头。嗯，这倒也是，反正那小孩有长得快，有长得慢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把这几个试一试呗，就是试试走走，好吧，过一下走走。那搭配倒是好搭，他们几个搭配起来都没问题，就是找一个先突出出来一个。开始。我拿什么给你评？我那个笔8块钱。8块？我现在又没有钱。你这么大个人还没零花钱啊？没错。这没救了。啊，没救。你这么肥个人，零花钱肯定多。没有，我跟保证你先吃，8袋零食。我吃多少零食与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原则在你身上，你不拿，笔不给，我妈骂我的。妈又不骂我，原则在你身上呢。就是嘛，又不打我。这个好看，你觉得这个好看？你绕了半天弯子还是这么犟吗？没错，我就这么犟。好，来。你们在这打一点。然后你们俩从那个。你跑，你在前面跑，你在后面追他，跟他要，一直追到这个房间里来，像刚才这样来一遍啊，因为他拿你笔不还，你在前面追，你们到那去，往这边跑啊，然后跑到屋里来，跑到刚才的地方啊，那个，对，走到头，走到沙发那啊，小黑老大跑啊，我们这开始就是，好了，回过头吧，好，停，停了，好，来准备那个前面先跑，后面追啊，来，预备，跑，追，一边喊，追，要给我回来。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你穷啊，你那没钱啊？你把你今天花零食的钱给我呗！我今天没买零食，没买零食。快跑，快跑，跑！好，过来吧。好，停。准备好了哈，来，预备。开始。数吧。美男，没喝到你这个名字。下面美男，乐死了。你拍。我拍。你拍。你看美容。电流是吧？不是。美男。给力。你看美容，你看美容，你看美容男。他叫思路，思路。真的看，你看美男。思路。你过可乐。好，过可乐。好，停。开始。哎，出来。到哪？到哪儿？不让了。不行，现在给我找着。为啥呀？那我的书又不是你的。你借给我的。你借给我的呀。是我的书，我借给你让你扔的。你挺行啊，你挺行。你告诉我，那是我的书，有本事你自己买钱扔去。那你媳妇给我借的呀？那你自己要借的吗？
呢。啊，你还凶呢？一上来就骂人，啥意思呀、啊、你？那我的书，你的书你借给我，你啥意思？找去。为啥呀、啊？那我的书。好，开始够了，开始。三本书，三本书，几年了？我没有错。你去年给我不要呀、啊？三年了，三年你给我不要，你啥意思、啊？要几次了？你要几次？你要厚颜无耻的不开门。我把东西。还。为啥？书放哪去了？好，我哪知道呢？吃你啥玩意儿？书放哪去了？我的话，你这个时候应该生气了。你多了。书放哪去了？多了。多了。可以150。为啥呀？一本书50。你看了多少年了？你都用旧了，还给我？哎呦！朋友，我才刚买，就被你借去了。那你为啥？家没钱吗？没钱吗？预备，开始。哎，我不知道你哪时候回来。我放假了，我没拿。我管呢，你拿去，拿去。我家钥匙都没开，怎么没开？那你家钥匙躲上哪去了？我没有事啊。那还呀，抓紧还呀！讨厌没有？我不管瑕疵，现在快点，立刻马上，小心我把你两锤三巴掌！快！下手！个厚颜无耻之人，你抓紧！我不管，别下手！就下次，还下次？现在立刻马上！我真的没来。别讨厌呀、啊！别得寸进尺，你让人讨厌了啊！我见你说的够好的了，你还不还？凭啥下手？凭啥下手？凭啥呀？得下手，下手，下手！好嘞，好嘞。哎，对，你们查面查钱，这都可以留着一组的。然后那个。还有那个瘦高个最高的瘦高个那个刚才是我看一下，麦当劳，我就记不住你名字啊，一胖一瘦的那种。麦当劳。嗯。好，来靠近一点，好，靠近一点啊，来我们再报一下名字啊，报一下年纪名字来，预备，开始。12岁，李浩宇。10岁，林俊杰。9岁，欧阳文兴。12岁，韩星驰。11岁，李东哲。好。这个好像那个涛，好像那个大胖挺好的。嗯。还有一个，还没来是吧？啊，那现在就他现在形象是挺好的。其他都可以搭在后面，然后现在这个小握手是稍微矮了一丢丢，但是问题不大。你垫一下脚，我看看。中间欧阳，垫起来了，其他不垫，其他都站了。但是他这个要垫那么高也没必要，他这个鞋都垫不上。这样。如果垫个鞋垫的话，起码有两。能高一点点，但是镜头里不那么无所谓。